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谁是终极英雄》，我是李伟。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座标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没错，这里就是我们本期《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场地。今天我们的比赛和军犬有关。军犬是军人无言的战友，即使在信息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今天，军犬依然有它无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培育一条优秀的军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军犬训导员，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所在的这支部队。人们常把军犬比作军中的无言战友，士兵的忠诚伙伴，而这里正是军犬出生成长最终走上战场的摇篮。作为集育犬、训犬、护犬、饲料装具研发和士兵教学培训为一体的军犬专业训练单位，陆军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自组建以来一直铭记职能使命，坚守在军犬培训这一特殊岗位。到目前已经累计为部队输送优质军犬数千条，并且在为国家重大任务提供专业用犬和技术指导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一代的育犬官兵始终秉承练精兵、育良犬、打胜仗的优良传统，立足本职，埋头苦干，锐意创新，不断创造军犬繁育的新成绩、新突破。在2016年俄罗斯忠诚朋友项目国际军犬比赛的竞技场上，他们奋力拼搏，一举夺得团体冠军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示了中国军犬部队的过硬素质和优良作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谁是终极英雄》。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本场《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场地——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我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人犬结合、精彩绝伦的大比拼。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本场比赛的五位评委。参与军犬管理工作条例的制定和优良犬种的引进工作，组织“十三五”某国家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的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军犬繁育研究室主任刘成功，历练神犬英兵，一路与你同行，我为你们加油。军犬疾病防治工作领域专家，多次圆满完成各种军犬遂行医疗保障任务。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疾病研究室主任兼高级兽医师于春，投身军犬技术，练就过硬本领，我是于春，我为你们加油。三次三等功荣立者，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专业士官训练大队大队长王铁军，见证你们进步，我是王铁军，你们是最棒的。从事军犬训练专业教学10年，为全军培养军犬训导员600余人，先后被评为军事训练先进个人、优秀教员、三等功荣立者，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教研室教员楚洪涛。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们在训练场上的努力即将得到检验，我是楚洪涛，我支持你们。两次三等功荣立者，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教练队班长侯贵军，争当军犬专业的神犬英兵，练就过硬的打赢本领，我是侯贵军，战友们冲锋吧。您现在看到我手中拿的两个罐子，罐子里面呢各有一只手套，这个手套是属于我们模拟犯罪嫌疑人的。接下来我会留一个罐子供军犬进行参考，另一个罐子将混入到所有的这些个罐子当中，让他们去寻找。我们看到罐子底下都贴有一个白签，那么他找的到底对不对，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第四关，军犬鉴别，要求军犬以罐内鉴别的形式从7个人中找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以比赛用时以及军犬的比赛表现综合评判，决定胜负。鉴别啊，主要是考察犬的嗅认能力，主要啊，应该在国内外的应用啊，就是在刑事侦查上用的多一些。对于我们军犬来说啊，这个进行这种能力啊的培养，主要是为了我们一些其他的应用性科目，比如说我们的搜毒、搜爆、追踪，等等打基础。
好，位置呢我们已经安放好了，接下来要看军犬的表现。好，让我们再次请上刚才比赛的两位选手，有请二位。好，我们来听一听评委对他们的点评。两位选手的表现都很好，都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了所求物，可以用快、稳、准来评价。但是我还是偏爱黄队的这位选手以及他的军犬悠悠，把军犬这种鉴别能力充分的展现出来，再接再厉。王铁军评委，您怎么看？这一组选手，两名队员在完成比赛过程中完成的都比较好，反应比较快，比较准。黄队呢，主要是占的优势就是进入形势比较快。我们请刘成功评委为我们做点评。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个。从我们刚才这个比赛结果来看，也是这么一种局面啊，两个犬的反应都很迅速啊，都很准确，而相对而言进入形势啊或者市井啊这个状态来看，还是这个黄队的悠悠啊更占点优势。好，于春评委您点评一下。这个鉴别科目嘛，这个看似简单，实则不容易，他全面考验了一个犬的这个嗅认能力，考验他这个嗅认的这个分化抑制这个能力。什么是分化抑制啊？分化抑制就是说这个犬对啊某个条件刺激啊产生条件反射以后，对其他相似或相近的刺激物不产生反应。这就要求这个犬啊具备这种很精细的带有区分性质的这么一个能力。来听一听楚洪涛评委的点评。刚才红方的选手在进入形势啊进行鉴别的时候，有一个不知道其他同志看了吗，有一个失误，就是这个犬在进行试警的时候，我们讲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试警啊，就是找到这个鉴别物然后发现之后，他说做出的一个动作，不管是哪一种动作，你都不能改变这个嗅源怪的位置，这块呢我觉得是有瑕疵的。好，各位评委请做出选择。好，本环节三位评委选择了黄队，两位评委选择了红队，那么3-2黄队胜出。好，我们听过了评委的点评，那么接下来两位选手各自对自己又有何评价呢？我们来现场采访。这一轮鉴别的比拼，我对我的犬表现总体还比较满意，在上场之前很好的调整了犬的状态，才能让犬在比赛当中稳定发挥。好，红队选手。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由于这条犬初次参加过这么重大的这个比赛活动，所以说对环境各方面兴奋性总体来说有点差。我们再次调整了罐子的位置，让我们看一看本轮军犬的表现。比赛开始。走。好，让我们再次请上刚才比拼过的第二组选手，有请。好，二位选手呢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评委对于他们本环节表现的点评，有请。刚才两名同志啊，应该说表现的都非常不错，犬完成的也非常快，应该说比上一组是整体上要好的，但是呢也有问题，红方选手呢，他的这条犬。在进行鉴别的时候兴奋性过高，严肃中带着活泼，但
但是啊，不能太亢奋，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它鉴别能力的发挥，而且呢，还有一个漏搜的一个绣圆罐。我们来听一听于春评委的点评。黄方选手这个天雅啊，反应形式还不够，他这个绣出与绣圆相同的目标所求物以后啊，他要以坐、卧、吠叫等形式来反映出他已经找到目标所求物了，这么一个是叫反应形式。但是呢，这个天雅啊，这个找着以后啊，他是把这个鼻子啊，这个放到这个绣罐里面不动，这个形式呢还有待这个改进和完善。我们请刘成功评委为我们做点评。从这个刚才两位选手这个比赛过程和结果来看呢，我这个与其他两位评委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从这个形式上啊来看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黄队天涯呀，这个更显得沉稳老练一些啊，而且一次性啊这个找到了这个所求物，我是支持黄队的。我们来听一听王铁军评委的点评。这一组比赛两名选手所用的时间很接近，都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准确的找出所求物，虽然难度增加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两组选手都能够准确找出目标，所以说呢反映出我们的这个比赛选手在平时训练中也注重了这方面的训练。好，请各位评委做出选择。本环节有三位评委选择了黄队，两位评委选择了红队，那么3-2黄队胜出。好，我们听过了评委的点评，那么接下来两位选手各自对自己又有何评价呢？我们来现场采访。在这个鉴别环节里面，我觉得我的爱犬 Peter 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这个难度就比较大，因为他平时训练当中呢，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不能很好的进入这个工作状态，对这个第一个的气味不是那么敏感。好，来黄队长。在整个鉴别过程中，包括那个开始啊，我也不会显得太急躁。鉴别这个环节，他试完紧啊，这个过程中，我再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再次确认，然后得到了那个最终的结果。我们再次调整了位置，我们来看一看选手们的表现。让我们再次请上刚才比赛的两位选手，有请二位。好，我们听一听评委对于二位选手本环节表现的点评，有请。在这轮的比赛当中，两名队员以及军犬都很顺利的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了所求物，可以说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呢，黄队的这条军犬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焦躁的状态，所以我说黄队的这名队员在下去训练过程中要注意犬的这种表现啊，尽量的去克制，特别是在鉴别这个科目当中。王铁军评委您怎么看？这个科目的比赛时间不是评判的唯一标准，我们要通过队员进入形式仔细分辨然后果断反应来综合评论。在这一次比赛中，红队相对比较稳定，我支持红队。我们请刘成功评委为我们做点评。这个豆豆啊，黄队豆豆在这过程当中啊有重复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从这两块比较起来吧，我觉得还是这个乐的稍好一点。来听一听楚红涛评委的点评。啊，我们说在犬进行鉴别科目的时候啊，必须是保持一个神经的一个稳定性，啊，不急不躁，啊，不紧不慢，啊，这样的话，它才能充分发挥啊它的嗅觉的优势，才能把注意力啊完全放在鉴别上。好，接下来请五位评委举牌。好，本环节五位评委全部选择红队胜出。好，来。对于这个结果，我还是比较遗憾的。人跟犬都是存在有一点点紧张，
然后造成他确实漏搜了，然后也漏嗅了，接下去的训练的时候要改正的。开始比赛。好，我们再次请上二位选手，有请。向后站。好，让我们来听一听评委对于他们比赛情况的点评，让我们有请。这组比赛啊，两名选手的这个结果我们就不必多说，我想这个我们啊现在这个环境啊，这个热蒸腾还是比较厉害啊，包括这个我们说风也比较大，这种气味的丢失啊还是有啊。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频繁的这个更这个变更啊罐的位置啊，这已经是最后一组了啊，他们这种气味的混杂呀，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成分在里头，来听一听楚洪涛评委的点评。红方选手呢也不要气馁，刚才我看了一下啊，你的这条犬虽然没有鉴别出来，但是呢整个过程呢犬还是嗅认比较仔细的，因为在室外鉴别啊，它受外界的条件的干扰啊，包括这个气温啊、风向等等。好，于春评委，您点评一下。指挥犬嗅源不够充分，犬感受不充分，你这个是着急忙慌，指挥犬进入嗅认形式，犬很难找到目标所求物。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五位评委举牌。好，本环节五位评委全部选择的是黄队胜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采访一下作为参赛者双方对自己的表现做什么样的评价。今天追力的状态确实不是很好，包括前几场比赛也一样，这些问题在他平时训练的时候也经常出现过，但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在接下去的训练中，我会针对他出现的这些问题来及时的进行训练。好，你们先退场进行准备，继续后面的比赛。坐正，放歌。好，五位评委呢讨论已经结束了，我们请刘成功评委为我们宣布一下本轮的比赛结果。我宣布第四轮两队的比分是红队9分，黄队11分。刚接石头那会儿，他基本上障碍那方面还不是特别的熟悉，然后需要我带着他，我上障碍他才跟着我上。有一次可能是因为我带他我也太着急了，不小心从那4米多高的那个台子上摔了下来，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忍着痛从地上爬了起来，我说石头走，咱们再来一遍，今天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这个障碍攻克掉，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障碍完成好，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能对不起咱们这几天努力训练这个科目。我石头去，然后去的同时他就自己跑上那个障碍，就顺顺利利的下来了。从那以后别的障碍可能会稍微的有点就是不是很完美，但唯独独木桥那个每次都是跑了最快的，而且特别的稳。本环节比赛已经结束，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关的比赛规则。复活赛，从前四轮比赛被淘汰的4名队员中复活2名，继续下一轮比赛，以军犬通过障碍物以及军犬在比赛中的表现决定谁复活谁淘汰。
军犬天涯虽然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过很好的成绩，但是障碍赛不是他的擅长科目，所以有点吃亏。军犬追力在前面的比赛中表现不是很好，在这一关比赛中仍然受到一定影响。豆豆年龄比较大，但是在通过障碍过程中动作比较娴熟，速度比较快，表现非常好。军犬晴天通过每个障碍动作比较敏捷，连贯性强，速度快，可以说是一条天生的障碍犬。好，四位选手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比赛现场，那么他们本环节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要请五位评委进行现场的讨论，来决定他们到底谁能够晋级。现在评委们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那么最终呢将有两名选手顺利晋级，两名选手将止步于此。好，五位评委呢讨论已经结束了，我们请刘成功评委为我们宣布一下本轮的比赛结果。我们评委啊研究一下，一直认为啊秦志超的犬总体的速度啊还是慢啊，倒比前两个犬慢了一些，因此我们这个评委研究决定，最后晋级的选手是秦家北。好，请二位选手暂时退场，为后面的比赛做准备。落后的两位选手请将照片摘下来。两位对自己的表现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来现场采访。最后一场晋级赛是设立了是障碍啊，大家可以看得到我手中戴的天涯，它的话是一个德国牧羊犬，从那个外观体征上看的话，它比那个马里诺阿犬体型要大很多，它有它的优势所在，当然它有它的也有它的短板啊，它的不足的地方就是可能它的运动能力、弹跳能力要那个相较而言吧，会那个比马犬要差一些。作为一名学员能够参加这次比赛，首先是很荣幸。对于追力今天在场上的表现，应该说遗憾还是有的，但我觉得他带给我的更多的是惊讶。
它是一条母犬，现在处于发情期，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也感觉很高兴。好，那么复活赛晋级的两位选手将自己的照片贴到决赛的框架之内。向右转，起步走。在这次比赛结束以后，我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间我就离开这个单位了，也不能说是永远吧，也是不能再就是和豆豆日夜相处在一起，所以说我心里非常的不舍，同时我也希望豆豆可以在我走了以后把我忘记掉，这样他才可以更好的去和下一个他的主人去磨合，将在我这里学到的东西和下一个主人一起去拼搏，一起去进步。所以说我希望也算是去通过这个节目去告诉他的下一个主人，我希望他将来好好的对待豆豆，豆豆是一条非常优秀的军犬，他活泼好动，同时他也兴奋，可能他也是一个好战分子，可能会给你将来招惹到不少的麻烦，但是我希望你要好好对他，不要去粗鲁的对他，要把他当成你自己的兄弟一样。从这里走了以后，我会永远记住豆豆。这三年来，我们一起训练，一起生活，一起演习，一起参加任务，这些都是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决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请王铁军评委和楚洪涛评委为我们介绍一下最后这个决赛环节是如何设置的，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置。决赛科目的设置是，假设一歹徒逃跑至独立房内，军犬训导员携军犬实施抓捕，目的是考验军犬的凶猛性和良好的服从性，考验训导员人犬协同机动处同能力。搜捕训练是军犬专项训练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考验的是军犬的一个综合能力，既要犬具有搜索的能力，也要具备破咬的能力，同时也考验犬的胆量。那么搜捕训练也是我们进行军犬巡逻警戒训练的一项基础。比赛开始，跳！Ah!
好，真是。比赛成绩宣布之前呢，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比赛的一位幕后英雄。站在我旁边这位就是刚才在决赛环节当中匪徒的扮演者，我们可爱的郝艺兴班长。班长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扮演这样的角色对于军犬训练有什么样的意义。大家好，我叫郝艺兴，我是一名专业的助训员，其工作性质是协助训导员完成训练科目。助训员在军犬训练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看到你这个手臂上这是被军犬咬的这个伤疤是吧？这条胳膊上好像也有。这是新伤。是。这个经常会造成这样的伤害吗？对对对，因为这个军犬它撕咬的当中非常凶猛。它的牙齿非常尖锐，有可能说它会咬透这个防护服。
所以说会咬伤，咬痛，啊，这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和这个身体上的疼痛。尽管有这样的防护服，我看他这个手臂上也是这个一道子一道子的，是被咬伤的，被抓伤的。那这样的工作，家里知不知道？我从当兵那一刻起，我想着就是报喜不报忧，因为咬了好多次，心理承受在不断提高吧。应该给家里倒是想说过，最后还是忍住了。毕竟吧，我真的我不想让爸妈担心。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名军人，我们要有责任，有担当。班长，谢谢你。正因为有你这样的优秀的驻训员，帮助我们军犬继续的成长，继续的锻炼，才能够有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刻那些优异的表现。谢谢。好，我们再次请上两位晋级决赛的选手，有请二位。好，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评委对于二位选手本环节比赛表现的点评。楚红涛评委点评一下。应该说这两名同志在最后的决赛环节表现得非常棒，真正实现了人犬协同，可以说呢配合的是非常好，当然也有些小小的瑕疵，但是整体上来讲是非常不错的。刚才我看了一下，黄方选手在下达放的口令的时候，他这个犬应该说放口还是比较迅速的，说明他这个口令这个贯彻应该说还是这个非常好的。那么红方选手呢，可能下达放的口令的时候是那个犬的反应稍微慢一点，当然这不是什么问题就是说非要比个高低那我只能从这方面倾向于黄方选手吧。好，于春评委您点评一下。这两名选手你要说有一点瑕疵有那么两点。第一，黄方选手凶猛性还差一些服从性也有点弱而这个红方选手的皮特凶猛性也不错，但是呢他这个对这个主人的口令没有做到一灵一动，还有重复下达口令的这个现象发生。综合评价吧，我还是支持红方选手皮特。好，我们来听一听王铁军评委的点评。两个人完成的比赛都很精彩，但是呢最后的科目呢咱们定义为搜捕，也就是说搜索跟抓捕这两个科目在这里面还是占的比重比较大，所以呢基于这一点我偏向于红队丁涛。好，我们听一听侯贵军评委对于选手们表现的点评。我们到了最后决赛的环节，两名选手以及他们所带的军犬表现的都不错，确实展现了我们军犬嫉恶如仇的这种特点，但是在比赛当中也暴露出了他们的训练当中的一些弱点。我想通过这场比赛或者几关的比赛，希望他们能够认真的发现自己的弱点，在今后的训练中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五位评委举牌，请选择。好，本环节有三位评委选择了红队，两位评委选择了黄队，那么3-2红队胜出。好，接下来我们想听一听作为选手自己对于他们的军犬本环节表现做什么样的评价，我们来现场采访一下。我能代表红队参加最后的决赛，非常荣幸，又能代表红队赢得这次比赛，能拿到最后的终极英雄，我更是感到无比骄傲自豪。这个和我们平时的训练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在赛场上不管是黄队还是红队其他队员里面都是我的榜样，与王者对决，与强者对决，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能力。
好，来，黄队的。在最后一轮的终极对决中，我代表我们黄队剩下的三名同志参加比赛，最终失利，我感到非常遗憾。通过这一次的比赛，我也能更好的发现自身，在训练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为我下步更好的训练军犬打下一个好的基础。我和我的爱犬 Peter 去年八月份参加了俄罗斯忠诚朋友的比武竞赛，在比赛前期有一个适应环境的那个训练，当和我的爱犬 Peter 在适应那个3200米越野跑的时候呢，由于天气炎热，再加上当时的赛道是那个锯末跑道，所以导致我的军犬 Peter 中暑。当时他刚中暑的时候，他一直用他那种眼神盯着我，因为我能感觉到他的不甘心，因为我不想因为这次军犬中暑而导致我不能参加正式的比赛，这会让我非常遗憾，因为经过半年的集训，任何的罪任何的苦都已经扛过来了，我不想因为军犬 Peter 这一次中暑而不能使自己参加这次比赛，这会让我非常遗憾。但是由于军犬 Peter 身体还比较好，经过两天两夜的那个治疗和休息调整，在第三天正式站在了比赛场上，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好，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终极英雄的获得者红队登场。请出我们终极英雄旗帜。请获胜的选手在英雄的旗帜上签下你们光荣的名字。好，让我们有请北京军犬繁育训练基地副主任康汉禄为获胜者颁奖。我们在恭喜红队战友的同时，也要感谢黄队战友的辛勤付出和精彩比拼。正是因为你们的参与，我们的比赛才变得如此精彩好看。好，本期谁是终极英雄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